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啊，现在101集了，101集，我们来看一下101集的剧情是什么啊？这叫什么？冲突啊，冲突，冲突是谁？还是鸣人吗？怎么还是疾风鸣人？疾风鸣人的剧情都这么久了。这上场是把佩恩打败了是吧？打败佩恩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，你前面那些都好多剧情。Sasuke に向けてひたすら進むナルトの前に不運の影那が。这疾风雏田也可以作为一个主角任务。影の主は薬師カブト。不敵な笑みを浮かべるカブトに。要死都。瞬時に挑みかかる。楚田鸣人不是鸣人楚田，注意到了吗？有人在跟踪，这打的都什么鬼？杀起来！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打的都不好看，全部打掉。跑跑跑跑起来！哎，又来一批！我。一个大刀带走，这就药师兜，果然是被发现，想不到你竟然会自己送上门来。因为我要和鸣人讲，不可能，不过可能没那么容易呢。穿着黑袍的药师兜，兜，你肯定知道佐助的去向，还是老样子，满嘴佐助佐助的嘛。比起佐助，今天给你带件更好的礼物，关于小的情报。什么鬼嘛，就这样完了？关于小的情报，小有什么情报？追踪佐助，追逐佐助。那我们现在玩一下极限挑战啊，还是小南。我那个等级还没升啊，装备等级。又是这个啊，第二手六波，然后那个东西，靠，我快被炸死了。哎呦呀，这个要死人！我操，死了！竟然被炸死了！哎呦我去！极限挑战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怎么会被炸死了呢？主要是让太子飞了啊！那我这关用什么？用右？
这个不能靠墙啊。哇，直接碰到那一大堆呀。这就不要靠墙，不要一技能飞呀、啊！奖励一个那个啊，明妈的碎片，漩涡九星奈啊，我还是这么低呀、啊。得，先来玩一下骰子吧。哎，不错，50点，提供点数卡。都是一啊，最好，全部收集了。要打什么？小南吧。手八波吧他。这个是躲猫猫，躲炸弹。哎呀，这要不停的跑，你能打得到我算你厉害。哎呀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这伤害也不高啊，是吧？这个比较简单。哎呦，哎呦，就这点平常的奖励还要跑那么久，几个骰子扔完就好了。咦，猴叉怎么扔的是？哎，骰子了，我看奖励是什么？达到50点啊，75点，哇，75点这个不错，15个蜜饯啊。哎，我们把这个升级一下啊，战斗力。哎呀，一不小心都达到101级了，够坚持了吧，是吧？一款游戏我坚持这么久，也算不错了。哎呀，当年如果不入这个坑，我可能就不会玩了那么久。
有多少人退了啊？退的这个火游的坑啊，火影的坑啊。本来想说玩一下网页版的，我靠，感觉更累了。这个玩意一两天不玩真的是赶不上节奏，我几天不玩的话你就感觉赶不上节奏，就有种如果一脱坑可能跟不上节奏，就不会再继续。然后就这个就是一直强要求着自己，每天一直打下去，对吧？好吧，那我们这个101集的剧情就先录到这。等一下我去打一下决斗场吧，那才打了十分钟啊，再录一点吧。我们 PK 一下。看我的决斗任务过了没？有两个也没过啊，那顺便过一下决斗任务吧，然后调整一下阵容。先用西人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西人的实力是很强的，因为对面匹配的都是西人啊。匹配到西人呢，表示对面要么就是我玩的不是很久了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西人去虐一下人，找回一些自信心。这什么鬼？他不动。挂机呀！这挂机的。不对，不是挂机的，挂机不会这样子。先走一步，我就送你先走一步吧。砸！有点卡，来个大。这就是虐菜啊，虐菜。牛。很有套路嘛。啥？起。好尴尬。轻轻松松就解决，没死。对面都不想打的样子。放吧，这个西人不好打了，都是对面要么太简单啊。哎，三个土田。你不爱我，我不爱你。三个楚田，感觉上当楚田比较可爱一点啊。然后就是夏日记楚田，穿的最少啊，姿势最好。战斗开始！啪啪啪。居然敢放狗！哎我去！
题。还是楚田大姐姐这么嚣张是吧？稍微有点卡，所以说嘛，刚才操作有些不是很流畅。搞事情啊！一、二、三。背后三炮直接带走，我就不爱你了是吧？带走你还要爱你吗？这家伙有点傻，套路太不清晰了啊。夫妻对打，怎么说不能不让老不让妻赢是吧？而且楚田穿这么少，哎，这个差不多了啊。咱们这个101集的剧情就录制到这里吧。啊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。我去打段位赛了啊，先这样了。